绿色隧道。来进去喽，在前面那个往前看，前面水中倒影很美吧？左右两边，你看到沙发外面土上面有洞，有洞就有螃蟹哦。嗯。只是螃蟹不一定出来，往前看，前面真的很美哦。你们可以站起来看，它就坐下，看完就坐下，不然船长他就会被打到视线，我会变成铁达尼号的解说员哦。那么右边看到土沉香，土是当地特有种，沉香它是一种中药。三个字的土沉香就不是哈，因为它只是穷人的沉香，能够它只有表皮燃烧有沉香味道能做香，但是你把它叶子弄碎，它汁液滴到眼睛，眼睛可是会瞎掉的哈，所以它又叫做瞎子树。那录影就靠旁边了，因为中央录影的话，后面的拍照就拍到你而已哦。录影的话可以坐两边哦，拜托一下哈，不要让别人都不能拍照，你拍完就把手机放下，不然怎么拍都是你的手机跟你的手。来左边的看前面，左边的看前面看，你要趴下或躺下随便你，你要下腰弯腰也可以。啊，不然撞到是有声音的，是你的头的声音吗？嗯，我们再往前面看，在前面往前看，前面水中倒影是相当的漂亮，所以在前面可以半蹲往前拍，然后在后面路口离我们蛮远的，在后面可以往后拍，后面也很漂亮，所以在前面就往前拍，在后面就往后拍，那在中间呢？因为都被挡住，我当然只有自拍嘛。完全掉改，完全掉改。哦，真水吼，这。来，右边小镜头。我们再看前面最远的地方，右手边那边一棵树，我们萤火虫，那是我的笔。你跟我的萤火虫由下往上看到这棵树的树梢，右上方天空位置一个黑黑的。